到营地了，从那个看到营地的标，然后到走到营地也要走好几分钟，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结果进来了一看，哎，不错，是在湖边。看看这边，那边全是湖面，好漂亮。帐篷搭好了，然后呢，东西收拾好了以后，就去林子里找柴火了，因为晚上要生火。这里面那个针叶林比较多，针叶林它就不变颜色，阔叶的树就比较容易变颜色，就比较好看。在家里用煤气炉啊、电炉啊做的好吃多了。吃的东西要吊上去，要不然动物闻到了。晚上可能就会过来，一般都是熊会来。好，这个高度应该就可以了。
营地的后面就是一片林子，然后这个标记是通往厕所的，长得像蜂箱一样。这种坐着还挺舒服的，就跟正规的马桶一样。早上湖面还是挺漂亮的，昨天晚上下雨了，然后
看了天气预报，我就把这些砍下来的木材放在了帐篷的这个 TOP 下面，今天早上就可以烧这个干燥的木头了。收拾好了，准备走了。中午时分，又下雨了。最后呢，要带走的就是这一袋垃圾了，就是一些塑料的包装，还有别人扔的罐子之类的。好，再见了 ，Provoke Lake， 明年再见。